喺台灣，海軍敦睦艦隊再多21人確診新型肺炎，仲未知道感染源頭。患者都係磐石號嘅海軍實習生同埋軍人，年齡20幾至40幾歲，過去5日出現病徵。敦睦艦隊3艘軍艦，一共744個官兵同學生，全部完成病毒測試，累計24人染病。海軍副司令梅家樹對於冇做好防疫工作，鞠躬道歉。